我们今天玩这个游戏就叫做捉迷藏。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，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不用子，赋予子，赋予子，也是附张照儿。太溜了都，藏是能藏好，但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了啥，你藏这个有什么用呢？我可以给我歇个小缝儿，躲得进去吗？我这么大一坨，应该行。如何给你留多少视野？够不够知识？够不够？够了吧？怎么样？好。怎么样？对，能看到吗？可以。我想办法给你营造的乱一点，正常一点，这样就很随意。嗯，能看到吗？嗯。好，一会儿别闹了。不能走路，就必须跑了。跳下去。拿起。耶，这个灯怎么是开着的？你刚刚行李箱动了一下。里面的给我听好了，我出来的话，哎，箱子里面看看怎么算了。哎呀，妈呀，你又不关灯，而且你刚才动了一下，哎，找不着，咋办了？我们找到了。这不有脚有手就行了。走，这里面可以躲吗？这儿有点吓人，上不去。其实我觉得有个地方挺稳的，跟我来 ，follow me。心机。帮你弄，这面可以，可以吧 ？OK OK， 已经与正常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。啊，这打眼。大家好，走了。走走走走，不带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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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绝对不带你们，不带你们。哎，啊？这个可以。哎，你吓我一跳！我怎么知道？你已经被看见了，别躲了。这里没人，没人，走了。那明显这么说，明显，说明我们走这么远，说明就不对。
明显的话就应该是最近的。过叶菜，拉不腻的。腌菜，它凉了。接近，凉菜了。它凉了，凉菜，太本人了。菜坏了。那不是，那不是姜汁。啊，紫竹龙阳光，紫竹龙马尾，最后有只去怀竹。哇！大姨，大姨，那所有的大。漂亮的妇女难道不是女人吗？所以都有大姨，都有大姨。你要这样吗？他们绝对不会特别认真的看着你。我来，神之右手。哎呦，哎哎哎，这灯原来是开着还是关着？我觉得这儿就难找了，我觉得。这里面可以藏吗？袋子。对。这里面可以藏吗？我是你的手，你是我的脚。给我看就对了。等一下。下。我让大家去拿包袱我先变，我让大家去拿拉黑的东西我先变。我让大家去拿包袱我先变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站！这还没找完呢。哦，他的脚，哦，西边，哦，要秉承着，进去，秉承着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的理念。有了，看到没？嘿嘿，不一定是啊，不一定是。耶，这是耶。这游戏还能让人玩吗？去哪？走。没有。好，你继续。这里面肯定没有。哎，那应该不行。走了，出去。走。这不可能，我告诉你。正好我有瓶水在这下面。哎呀，反正已经没了，能休息会儿吧。玩游戏不能让自己太累。我操！哎，对，我看他们会不会来？他们过去了，我就直接跑回去，这里又近又方便，对吧？很好。你这是？这还要还站再找不到就没意思。5000多块钱，你从那边回去。你从出门的右边回去。你小子，他现在还在这。去你想去的地方。
啊？藏哪儿啊？摄像机有看到吗？啊？有想法吗？但你这样会不会？我万一，我试一下。我待会儿来救你。好。把灯关了。准备。一二三。待会儿一定要来救我。好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OK。快点。行，这样。OK。爸爸，
张俊豪，看到你了。好，救救呀，张俊豪，看到你了。我在刷游戏。救车！救车呀！救车！我要上节目了。太长了怎么办？啊，你好。太长了怎么办？我们不知道啊，可能就是致死吧。不会太长了。藏哪儿了？快点！啊。应该不在这里，应该不在这里。
听到那个声音了。外星迷问你，我听到那个按钮声音了。张泽宇，听好了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。好了呀，咱俩换一下，我爬，你先。哎，我先跑一段，然后你再爬一段，我再跑一段，我爬过去。三。然后停。你们进去，我手机放在手上。哎呀，这怎么弄啊？张泽宇，我请你出来吧，我给你50块钱。哼，你想干嘛干嘛，你出来吧，求你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原本就想过藏这儿了。在这儿吗？对呀。哇 ，please stand up。哎，宝贝儿，等。哎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跑过来的远，他们走过去，你跑回来呀？我都不知道他们走没走过去。不是，他们刚从你旁边那个玻璃那个门那样。我都不知道他们走到哪儿去了。你开始。能从哪儿啊？我，你把衣服脱给我，然后呢，我来拍。准备，你把衣服脱给我。这一俩怎么？嗯。够了。够了。哎，够了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游戏就进行到这里了，然后辛苦大家。好，拜拜。